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一个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制造大国的每一次崛起，都源于技能人才的技术进步。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部署，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制造强力迈进。人才的价值取向更注重实用性和创造性。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复兴，技能人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优秀的技能人才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礼遇和尊重。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支持技术技能人才凭技能提升待遇，鼓励企业职务职级晋升和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推动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国家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按相当于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待遇。湖南省出台关于加强技能人才培养建设技工大省的意见，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按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待遇，同等参加职称评审、考试、公务员招考、企事业单位招聘、应征入伍、确定工资起点标准等，并按规定享受相关就业创业补贴政策。国家政策的相继出台，不仅为技工教育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更是打通了技能人才职业发展渠道和上升空间。同时，随着工匠精神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成为社会的热词，社会逐渐形成了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向往工匠，追求工匠精神。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衡阳技师学院作为湖南省第一所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技师学院，始终坚持高端引领、校企合作、多元办学、内涵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培养专业理论够用、基础技能复合、专业技能达到技师或高级技师等级的技术技能型和复合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力求让每一个从这里出发的技能雏鹰成为手有精艺、心有精诚、技高品重的技能大师。学院办学实力全省领先、全国一流，是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学院拥有高标准的教学实训楼，创建了国家级智能制造、信息网络布线、3D 打印等实验实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219个。秉承厚德强技、自强不息校训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加强技能培养，为衡阳打造工业强势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技能人才。在这里，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双师教学团队，精心培育大国工匠。预备技师作为只具备足够专业理论知识，又懂得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新设备操作的高智能人才，已经得到社会、行业和企业的高度关注与认可。高级技工培养两年以后可以成为预备技师，预备技师工作两年以后经过卷证和认证可以成为技师。按照国家规定，技师可以享受工程师的待遇。学院对标世界智能大赛和国家高智能人才培养标准，从理论知识、操作智能、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训练，让更多的学生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达到以赛出教、以赛出学的目的。我认为教师的真正本领
不仅在于他是否能真正传授知识，还在于他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唤起学生学习的求知欲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把自己的技术技艺一点一滴地传授给学生。在这里，有万余名怀揣技能梦想的莘莘学子与你共同成长，争当技能大师。来到衡阳技术学院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因为我相信拥有一门精湛的技能一样可以让生命熠熠生辉。学院不遗余力搭建展示技能的平台，给予我们参赛机会和悉心的指导，让我们在这片生机无限的沃土上蓬勃向上。因为热爱所以执着，选择技能成才的我，通过技能比赛获得湖南省技术能手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在这里，有多个社会经济发展紧缺和热门的专业，为你瞄准最精确的职业发展方向。未来以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中国经济发展赋能，熟练掌握智能制造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大数据和智能化驾驭者的梦想。智慧成就科技精华，灵感开启梦想舞台。我相信今天的努力必能创造属于我的软件天地。在这里，有华为、中车、三一、大众、特变等多家战略合作知名企业等待着一专多能的你加入。一粒种子只有深深地根植于沃土，才能生机无限。愿你和我一样，与衡阳技术学院共同演绎一技之长傍天下、36行出状元的精彩乐章。在这里，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为你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来吧，让我们在这里留下奋斗的汗水和青春的足迹，让实训基地见证我们强知强技的奋发执着，让图书馆见证我们泛舟知识海洋的无比渴望，让休闲长廊见证我们沐浴着晨曦的朗朗书声，让文化广场见证我们晨起早操的英姿飒爽，让田径运动场见证我们强身健体的龙腾虎跃。青春逐梦正当时，不负时代好年华。衡阳技师学院，一个让你梦想升起的绚丽舞台，你将演绎技师人别样的风采。我是衡阳技师学院13届毕业生谭彦宁，现在在深圳市普拉特科技有限公司工作。我是衡阳技师学院14届毕业生易辉燕，目前在中国大地保险公司工作。我是衡阳技师学院2届的毕业生李明，现在是在湖南华北分区上班，是轻巧社会派。我是衡阳技师学院19届毕业生周耀，现在在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担任模具品质工程师。我是衡阳技师学院2018届毕业生陈子亮，现在在湖南华天大酒店酒水部担任领班一职。我是衡阳技师学院2019届毕业生黄雄，现工作于 TTI 创科集团。我是衡阳技师学院2016届毕业生谢露，现在在特饼电工湖南电器有限公司从事企管工作。我的青春里，我的青春里，在我们青春里，我的青春里遇到衡阳技师学院，遇见衡阳技师学院，遇到了衡阳技师学院，遇到衡阳技师学院，成为了我最好的时光。